创意理财尽在运通。各位投资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收看雄才战略。那今天大盘呢是上涨了71点哦，我们发现这个行情呢基本上啊，就正如我在上礼拜告诉大家的，这里是一个震荡盘。好，你看一下这个行情，基本上你可以发现到它都一直在这里做震荡。好，那么这一波震荡的格局呢，我认为这个行情呢，这个震荡呢是在呢考验你持股的信心，考验你持股的信心。好的股票你敢不敢报？你不敢报，你看到上个礼拜台积电一大跌，马上把它出掉，你发现到今天很多股票要冲上去了，是不是又冲上去了？我们跟你讲，这边在考验你持股的信心，对不对？上礼拜我还讲到一档个股，我说这档个股哦，去年第四季亏了一大屁股，亏了一屁股，今年第一季还是没有办法赚钱，但是你看它的股价，它的股价这样子一路的震荡走高，一路震荡走高，面板股亏得那么惨，赔了几百亿，我说这种股票都跌不下来，这种股票都跌不下来，还在一直在创新高，那你跟我讲这种行情，这个行情会跌到哪里去？之前我就跟大家讲过了，我说多头三部曲，第一波开始往上涨的时候，大家不知不觉，好，就像这里涨上去，大家不知道在涨什么，不知不觉拉回以后，大家不敢买，因为认为这里是跌升反弹波，这里是逃命波，拉回会破底，所以大家不敢买。结果再上去，再上去，我跟大家讲，这一波是半信半疑，对不对？那为什么会半信半疑？老师，友达在涨什么啊？友达不是亏钱亏得要死吗？怎么友达还会一直在创新高呢？因为现在在半信半疑当中，所以它还在涨，它还会涨，半信半疑。我跟你讲，后面还会有一波，终于相信。我现在跟你讲，你相不相信啊？你现在是不是还是半信半疑啊？我现在跟你讲，你 是半信半疑啊？那表示还没涨完嘛，对不对？那你看，我跟大家讲过，我上礼拜就跟大家讲说，吼，这种行情哦，你每错失一档标股，你每错失一档标股，你就流失一次机会财。那你一次错过，两次错过，三次不理它，持续错过不理它，慢慢的你就变成习惯了，反正每一次都错过嘛，对不对？这个习惯决定你的命运。4961的天域，一月中旬就跟你讲过，这档个股元泰积极扶持要来取代金鸿的公司，要逢低布局。当时在130、140左右，1月13号再告诉你一次要逢低布局。2月16号整理完以后创新高上去了，对不对？创新高上去的时候，这个地方在整理过程面，在整理的过程面，我们跟你讲过，整理过程在干嘛？震荡盘在干嘛？在考验你持股的信心，是不是一直在震荡？考验你持股的信心吗？很多人说这个盘涨了3000点，还能涨到什么地方去吗？还会再涨吗？或许指数这里空间不大，但是我告诉你，股票会一次的往上涨，一陆续的往上涨。那么指数呢？这一波跌幅呢？是跌什么？是跌台积电嘛？是跌台积电。我讲过，台积电这个地方本益比16倍不能买嘛？我在节目上讲过了，对不对？那你看它是不是下来了？所以在跌台积电啊？
其他跟指数没有关系的股票，它一样会走它自己的路，对不对？好，2月17号再涨，这是礼拜五，我告诉你还会再涨哦，续涨哦。2月10号，今天再涨15.5块，你看它的股价是不是连续性的上涨？是不是连续性的上涨？这里涨上去35块钱了。我跟你讲过的，我上礼拜来跟你讲说，这一次你要特别注意元泰呢，这家公司做电子纸的，那它基本上它全球的市占率是第一名的，电子标签也是，它之前是下单给晶弘3141的晶弘，下单给晶弘，对不对？晶弘是他的代理商，但是后面就是因为他跟晶弘呢，这个董事会呢，这个要介入他的董事会，元泰要介入晶弘的董事会，晶弘不让他进来，结果后来就好啊，那你不让我进来，元泰就把晶弘的股票全部出掉了。所以我说他要积极扶持什么？他要扶持天宇来取代晶弘，所以你就会很清楚看到哦，你看这几天晶弘他涨的过程里面呢，他跟什么？它跟天域的涨法就不一样，天域涨是不是比较凶？它就涨得比较凶，因为接下来元泰的资源全部都要灌给天域啊，所以我跟你讲，它会涨，它会大涨，它有集团加持，所以以后只要是晶弘，以后只要是元泰的单子，你要记得，以后只要是元泰的单子，它下单就会下给天域。他不是下给晶弘，下给天域。这就是我跟你讲过，你看这根大量，很多人讲说哇，老师啊，爆大量，爆大量是不是要下来的？我告诉你，爆大量它还会再涨啊，这是进货量啊，因为整理这里整理了这么久，刚刚开始做突破而已啊。那元泰呢？把这个资源全部集中在什么？集中在天宇身上，他就是要积极来扶持天宇，来接他的单子，他在培养这家公司，你知道吗？那接下来呢？接下来还有什么公司也是被栽培的，也是被培养、被扶持的呢？3594的潘怡，他做工业电脑的，他的富爸爸是鸿海集团，鸿海集团的加持，他的股价也在往上攻击。那我要跟大家讲哦，现在这个行情你会发现到哦，为什么一些呢有一些集团在加持的股票呢，他的股价都一路的震荡走高，一路的往上面大涨，因为现在这个行情，我讲过说第一季整个台股呢。经济面来讲，基本面来讲，第一季还是衰退的，但第二季就开始落底了。那第二季落底之后呢，接下来第三季、第四季开始回升。那股价呢？股市是领先指标，股价会领先基本面3到6个月，这个我在之前在节目上讲得非常清楚。所以你现在看到，不管是你看到哎，这些公司可能目前看起来还没有什么大赚。还没有赚到很多钱，就像这个友达一样，还没有赚钱呢、啊，还没有赚钱呢、啊，股价怎么一直往上面涨？因为它下半年可能开始转亏为盈，所以呢，它股价又相对低。你看它股价，它是不是在低基期？它的相对低基期嘛。如果你看它的这个月线来看的话。我给大家看一个月线、10年线的位置，10年线位置就在这里。它上次回撤10年线第一次基本上的买点，那这一次又拉回，又要接近到回撤10年线，又是第二次买点。那10年线就是它什么长线的低点区了。所以我就跟大家讲哦，这里很多股票哦，你不要看它说
好像名不见经传，但是我跟你讲，只要我在集团在加持的股票，基本上它的股价愈小不易啊，愈小不易，这些都是你赚钱的机会。我跟大家讲过哈，你看我的股票，你看到我在节目上跟大家讲的股票，一档一档个股在创新高，一档一档个股在往上面涨，这些股票其实呢，你都有机会可以赚到钱。但是这个地方很多人会自我固步自封起来，会觉得说这个行情到这个位置去，真的还可以买股票吗？已经涨了3000点，还可以做多吗？我就跟大家讲过了嘛，我跟你讲了，我再讲一次啊。后面还有一段，居然拉回到后面还有一段呢、啊。后面这一段会搭配什么？搭配业绩开始往上成长啊。你会看到说，哎，之前没赚钱的股票，哎，现在公司终于赚钱了、哦，那你终于相信了，股票终于相，你终于相信说股票真的会涨，因为公司开始赚钱了，然后你会跳进去买，因为这里你不会买，拉回你也不会买，这里你也不敢买，拉回你也不敢买，这里你会去买，因为你看到业绩的嘛。你看到美国升息也升到顶了嘛，不再升息了嘛，你看到所谓的这个 CPI 指数也开始上不去了嘛，你会终于相信，你会在这个地方你终于相信，你在这个地方去买。你现在不敢买的人，现在观望的人，你以后都会在这里买进，我告诉你，都会在这里买进。然后你这里买进就接近头部了，他开始做头，开始盘，这里就是主力要多头主力要出货的时候。所以我就跟大家讲嘛，我的股票一档一档涨给你看啊。接下来你再看一下2453的领取，我们跟你讲说人工智慧概念股，我2月9号跟你讲说这个会涨，这个从刚刚从底部开始往上拉而已。好，大涨上去了哦，涨上去完以后呢，这个地方开始爆大量，很多人说老师爆量呢，爆量是不是要掉下来？大量不是死掉了？我告诉你，我还是看多嘛。如果你要去翻开说，今年到明年有什么产业是长期而且明显是成长的产业，我跟你讲，就人工智慧 AI 人工智慧，这是目前最旺的一个题材，而且会一直旺下去。现在大家都用 Google 来做一个搜寻引擎，但是你看，自从这个美国这个 OpenAI 这家公司，他发明了 ChatGPT， 对不对？我跟你讲说，机器人聊天室嘛，机器人聊天机器人嘛。现在很多人用这个来当他的搜寻引擎了。啊，我上个礼拜也是讲过，我说吼，这个他会红的原因，就是因为有学生他用它来用这个软体来做他的论文，做到连指导教授都看不出来。所以这个软体就爆红，因为它能够回答你非常多的一个申论题的问题，它不是像 Google 一样只回答简答题而已，它可以深入的回答很多问题。好，所以我就跟大家讲，像人工智慧的股票，我跟大家讲，这个是中期看多，你不要以为它这么爆量就不会涨了，我告诉你还是会涨。你看到2月20号，你看是不是一度创新高？这个地方爆量上影线是不是过去了？我们跟你讲说还会再涨。只要大家都还在半信半疑，我告诉你就会持续涨。只要市场上还有人在跟你讲说，哇，涨3000点的这个行情已经差不多了，半信半疑，一跌下去开始害怕，要出要卖，我告诉你，半信半疑就会持续的涨。然后当然后面可能会有一波拉回，但是这波拉回一定会有人跟你讲说，啊，这个涨3000点的这个拉回哦，就是要放空，后面会开始大跌，但是后面还有一波。到这里才是真正的多头结束，所以震荡拉回你都要做多，尤其呢这个指数震荡拉回的过程里面，很多股票它跟指数根本没有关系，它还在持续的涨。那你看啊，包括像什么，你看这个低润股南亚科，它是不是也回到10年线？从月线来看，是不是也是回到10年线？你看股价是不是也涨一波？
地震股也是赔的要死啊，去年也是赔了一屁股啊，今年上半年还可能还赚不到钱呢，股价这样涨，所以我就讲嘛，这种股票，这些股票，这些公司都亏钱亏得要命，它的股价都跌不下去，那你跟我讲这个行情要跌到哪里去？不要再错过行情了，投资朋友，不要再错过了。你错过一次，错过两次，错过三次，你一定会变成习惯。然后这个习惯会变成怎么样？你会在这里进场，你会在这里终于相信的时候进场，你会跟大家都在这，大家这不敢买，不敢买，不敢买，到这里一定会进去。我跟你讲，到那时候的时候，我可以告诉你，到那时候基本上你找任何老师都没人可以帮你。所以，投资朋友，你花时间哈，你花时间去省钱了，不会让你赚钱的，不会让你致富的。你省下时间去赚钱，才是通往致富之路啊！专业事就交给我了。我们休息一下，待会进完广告后，我们再分析说哪些股票在这一波还有机会往上面涨。休息一下。是不要错过任何一位名师，手机扫描 QR Code 锁定运通财经台频道，24小时帮您解盘。运达投顾庆祝228世界和平，推出兔运通达357优惠，兔运通达357优惠最后一波最大优惠，速拨专线02-2781-0909，2781-0909。2781-0909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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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2781-0909。运达投顾真心照顾。运达投顾庆祝228世界和平，推出兔运通达357优惠，兔运通达357优惠最后一波最大优惠，速拨专线02-2781-0909，2781-0909。2781-0909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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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2781-0909。运达投顾真心照顾。车怎么开的？看呐！预防二次交通事故有方法：一、开启危险警告灯，在适当距离放置车辆故障标志或其他明显警告设施。二、拨打110报警或119救护伤患。三、标会车辆位置，可用手机拍摄机证。四、无人受伤时，将车辆移到不妨碍交通的地方。有人受伤时，当事人均同意再移动车辆。五、在路边或路外安全的地方等候警察到场处理，预防二次交通事故发生。放拨话移等就对啦。好了，这个行情呢，我跟大家讲说还没有走完哈、哦。那你看一下，我们之前操作这个联宇啊，这个联宇基本上来讲呢，我们从这个地方低档区开始正式来做买进，这个地方就是在1月16号嘛，1月16号我讲过的哈、哦，所以这个我不再重复了啊、哦，我讲过很多遍。那我看多它的理由，基本上我在节目上已经跟大家报告过了，好、哦，为什么我认为它会大涨？好、哦，我讲了非常非常多天，我几乎每天讲。那但是它股价从刚开始涨的时候呢，是先从一根涨停板开始嘛，先涨一根涨停板，接下来呢再涨第二根涨停板，慢慢的震荡，然后再往上面涨，一路震荡，一路震荡，一路震荡。那一路震荡的过程里面呢，我不断的跟大家讲说，这档个股都还没有涨完，好，还可以上车，还可以买进，但是大部分的投资人都不敢买，为什么？因为你觉得它涨多了。你要知道，股票为什么会涨？
因为它筹码面已经被主力大户锁住了，那这种股票基本上它不会轻易让散户进场，所以它会拉得很快，拉得很急，但它就是没走完，它就是没走完。那它要怎么做呢？我先跟大家讲，你看它这波涨了快近五成，我还是跟你讲说这个还有高点，还会涨啊，这个还会涨，好，涨到这个地方，将近八成了，将近八成了。如果以这个最低点来看的话，啊，这个地方为什么八成？因为我们不是买这个最低点嘛，我们是买到这个地方嘛。这个地方大概八成啊，如果是这里的话，将近一倍了。那我今天要告诉你说，联咏这档个股哦，主力操盘最高境界是零成本，操盘的最高境界是零成本。什么是零成本？当你股价大概涨一倍以后。你这些主力大户买的，我举个例子，假设他是买30块钱，那买30块钱他买了2万张，假设那30块钱买2万张，基本上他只要涨到60块钱就涨一倍了，对不对？那涨一倍之后呢，他基本上他30块钱买的，基本上涨了一倍以后就是涨了30块钱嘛，他已经没有成本的压力了，他已经是属于零成本了，他只要卖掉，那接下来他的逢低再承接，他是稳赚不赔，他没有成本，他可以中间来回做震荡做洗盘啊，可以赚价差啊。所以为什么这种标股哦，通常他都会先涨一倍，然后涨一倍以后为什么会开始整理？因为他已经到他零成本的位置去了，主力大户已经零成本，所以他已经确定这档个股呢，他后面他会来回进出，上下赚那个价差。他持股等于他持股是零成本不用钱的。所以它高出低进，低进高出，高出低进，每天还可以赚那个价差。然后呢，可以在上面卖10张，然后下面买20张，它这样子就可以接回10张了，对不对？那隔天呢，它又可以卖30张，然后呢，它拉回，它又可以接25张，它这样子类似起来，它可以，它还有5张。那在隔天呢，它可以这样高出低进，顺便赚价差，然后顺便呢，累积开始慢慢的吸筹码。那为什么它要这样做？第一个。他筹码已经锁定，对不对？他上面他卖掉了，他卖掉完以后，这两个股他短期间他没有很大的力量在往上冲，因为筹码都在他身上嘛。他把它买进，买多了，他卖了之后，筹码卖掉完以后，他都知道这个股的短期间不会再攻了。但是呢，他这一段过程面，他把它拉下来，他要再吸筹码。而且这个，因为他已经零成本了，所以他吸筹码基本上他没有成本的压力的。他没有成本压力，这个操盘的最高境界啊，主力操盘的最高境界啊，是零成本的概念啊，零成本的概念啊。那接下来我们就可以看它，接下来如果拉回，基本上量缩，表示它都还没有出货嘛，对不对？然后这里震荡，随时在创新高。随时在创新高，因为它已经零成本，它这个地方它已经没有成本的压力，它就是零的成本，它就是赚多少它是多赚的。这是我跟大家讲的，你要知道主力大户他们操作的一些最高的操盘方法，零成本。6235的华孚，我跟你讲，这档个股呢，我已经跟你讲过，我看好它。上礼拜跟你讲说它在创新高，它创新高的，那创新高以后它并没有真的往上攻，啊，创新高稍微震荡一下，那我认为还是在洗盘，因为量是缩的嘛。啊，这档个股我持续看好，这个趋势还是往上。好，这档个股呢，6266的泰友，哦，元月份的业绩创新高。我曾经在节目上跟大家讲说，你要特别注意那种元月份业绩创新高的股票，因为元月份基本上我们台股是休了12天啊，很多上市上柜的公司也大概休10天左右，那休了这么多天，应该业绩是衰退的，但它业绩竟然在创新高，原来是因为大陆产能回流台湾了，所以我说这种个股会涨哦，它是中美贸易战的受惠股之一啊。去年可以赚2.7块，对不对？那28块钱其实不贵。然后2月15号，我再告诉你，中美贸易战受惠股，这两个股呢上去这边做一个震荡洗盘，我告诉你，不补缺口，持续看多，还会涨。
是不是又上去了？那接下来哪一档个股呢？也是这样子的一个条件呢？这档个股，我跟大家讲，这档个股，2024年全面美国全面停止使用中国生产的晶片，所以会有一些美国的厂商在大陆设厂的美国厂，他会把生产一些产能会下单给台湾，会转给台湾，会转单给台湾。这一家公司就是中美贸易转单的受惠股，你要赶快来跟我来逢低布局，后面会上去，会创新高，跟上脚步，投资朋友，你跟赚钱的距离只差一通电话，电话拨通，357优惠送给你，祝大家操作顺利。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也有大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，以往之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。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，投资人应独立判断、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。人生动不动都在竞争，打败懒得动，动不动就爱水蛮牛。韵达投顾庆祝228世界和平，推出兔运通达357优惠，兔运通达357优惠最后一波最大优惠，速播专线02-2781-0909，2781-0909。韵达投顾成立于民国84年，是一家政府立案合法运作的投资顾问公司，拥有证券及期货双执照，更是国内少数老字号的投顾公司之一。投顾业是一门良心的事业，面对的是高获利与高风险的投资，我们不造神更不成魔，专业智慧经验负责，用最严谨的态度、最严格的标准来